贴起来，这是我妈贴的，她真的很爱在墙壁上乱贴海报。晚安，宣传嘛。谢谢吉米桌送的柚子，我冰箱里还有很多柚子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晚上好，今天要干什么呢？又回到一如既往的很废的直播，晚上大雨，最近都大雨。我傻眼，我完全没有，就不知道有会有这种事情。Hello， 我以为是粉丝喊，结果发现不是。是吗？我记得好像去，不知道是去年吗？什么捷克去那个的时候，好像有看到他，但是我不确定是不是，但是好像有吧。好像去年就看到了什么，那个时候就是在后台的时候。要去厕所的时候，他们就刚好遇到两个，应该是也是表演的吧，然后就差不多是那个反应，然后我就想说发生什么事情。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吧。大家晚安。记得那时候有两个，应该也是表演的吧。然后我记得我们在台上的时候，就他们有在下面看。Hello， 浩伟。Hello， 明基，你好，晚安。团圆凤梨，不知道，我在左下角。对啊，他昨天在那边。而且我们到会场的时候，就一直坐在我们的车子里面。然后时间差不多的时候，就差不多要下车，然后就很像动物园一样，就大家都在车子外面看，拍照还被挡掉，拍照被挡掉。被台下吓到了。我们一直在车上看，就是其他表演者的粉丝，我们就觉得很好笑。他
感觉水池很冷，我也觉得，在外面根本什么都看不到。对啊，所以我们在车子里面一直在想说，你们为什么一直在挥手，不是什么都看不到。司机一直跟我讲说，从外面什么都看不到，然后我们就一直在里面说，可是他们为什么一直跟我们挥手？背后的海报，所以买的时候不会送你们海报吗？超冷。然后我们大概一点多到吧，然后有的人从11点就进去，然后我们就在想说，从11点泡到下午4点快5点，是不是泡到都快烂掉了？花南没有海报。10点就到，大家有认真玩水吗？还是大家根本没有玩？我们一直坐在车上，然后就一直在讨论旁边的那个滑水道，真的有人去玩吗？我们觉得旁边那个章鱼很可怜，它就一直在上面，然后好像没有人要去玩。抽奖的海报是这张，抽什么奖的海报？玩了3次，就觉得大家是不是没有去玩？章鱼不好玩，旁边的一个，看照片，感觉那个章鱼的你们坐得下吗？它中间感觉很窄。4层楼的庙，最高的哦，我有看到综合庙庙那个，我们在。附近的莱尔夫休息，然后集体看综合喵喵的现实动态。章鱼的很肥，真的、哦。其实我们看不太到，然后我们一直在车里面讨论，就是那些人到底怎么站在水上，原来是有一个什么东西可以站在那里。一碗汤，经纪人姐姐一直在说，感觉这个天气卖鱼丸汤很赚。她说是不是应该下去卖鱼丸汤？麻辣汤还有卖麻辣汤是不是？你拿鱼丸汤拍照的时候，大家都在想说你的鱼丸汤里面应该都是雨水。泡在水里超久的。泡完汤就关门。晚上好哦。加了很多雨水，胡椒粉就是要倒很多才有味道啊。我们一直在车里看其他人的泳装，外面都看不到我们，我们一直在里面看。
默默的看你们聊天，讨论粉丝的身材。这是什么柚子帽？谢谢林果的柚子帽。柚子帽为什么会有这两个？哒哒哒哒哒，加班挂听哦，挂听。合照会的第一次抽选是不是结束了？有耳朵的柚子，结果呢？结果出来了吗？还是还没出来？只是先截止，是不是？什么时候出来啊？我也想知道。今天还没收到信，今天会出来，明天会出来，还没出来。收到确认信，应该要去找。官网，官网，官网。收到好几天。没睡之前都算今天。活动，活动讯息。近期活动。11月28号，9月28号将从里面抽出90，所以是9月28号。你拿手机的姿势很酷，什么姿势？Hello。我刚刚怎么拿？半夜收到信或是凌晨5、6点，感觉会再更久一点。下一次就到10月26号。谢谢露露的 love。拍我们也不知道，大概大家都要当天才知道。谢谢宽宽的柚子，柚子，中秋节大家都要做什么？谢谢阿奇拉的月饼气球，月饼气球。我是一个中秋节不吃月饼的人，吃柚子跟烧肉。抽到就是睡。吃烤肉呀，大颗粉刺，吃很多粉刺。我会忘记截图，要上班。吃粉丝掉粉丝，隔天体重直接上升，会这么快是吗？这么快上升，
敢吃柚子，为什么不敢吃柚子？会依赖烤肉。中秋节是哪一天？我的月历上面，日历还是月历？月历上面写礼拜10月1号跟10月2号，他写了两天，我不知道是哪一天。中秋节要上班，中秋节不是放假吗？不开海假期。他是这么写的，10月1号，他写中秋节，然后10月2号他还是写中秋节，中秋节是有两天的吗？浪又发作了，我觉得应该是网路有点慢吧，还是这只手机有点烂。听到位没有啊？所以现在还没有打算。服务业没得休，连假10月1号才是真正的中秋节。多烤一天肉。腿串，思雅家开烤肉烘吧，思雅不回赖讯息，思雅连看都不看。Hello， 真人。谢谢花生的月历气球。不读不回，灿灿消失，不知道去了哪里。直接带肉去他家，不读不回。宿舍考，宿舍没有地方可以考。昨天才在一起的不是吗？昨天几点回的？昨天12点回的讯息是吧？应该是吧。昨天凌晨1点34分传的讯息，到现在还是只有雪迪奇跟刘晓晴已读，这之间只有雪迪奇跟刘晓晴出现过。真是还是一个消失，从昨天凌晨到现在都消失的人。可以不用移动看信息，对啊。中秋节聚餐，烤鸡的部分吗？是的吗？关闭提醒，一定是关闭啊！没有人会把那个讯息打开，因为太吵。消失的城市，
晚上九点才会醒，他得醒，他得醒。又变成 SKR。SPKR 可以讯息，还好，算还好，但是网络不稳，网络不稳。直播问他到底要不要烤肉，直播问陈思雅到底要不要烤肉，他这个人。好起来，去直播问可能比较快，对，至少还可以帮他想个话题这样子。下雨的关系吗？有可能哦，怪给天气，都会变得很糟糕，真的。刚刚做什么忘记？信号被削弱，真的是很慢，真的是很慢。在我的 KKBOX 还没过期之前可以放音乐。现在比较顺，现在比较顺的。守望传说那是什么东西？那是什么游戏？来做伸展操，拉筋。reset 歌单 ，reset 歌单。可是 KKBOX 应该没有全部的歌吧？海边的声线真蛮可爱。开始开箱了是吗？都过这么久了，九月十七号到现在，应该有10天了吧？类似 RPG， 我真的最近没有玩其他游戏了。现在除了躲蹦，应该没有什么游戏。你要跳舞吗？没有要跳舞，我只是想说拉个筋，不然这边会变得很胖，所以要拉。对，不动一动会想睡觉。可以延到明年，慢慢来，真的是可以慢慢来。这是什么熊啊？其实我不知道，它会反光。就是照闪光灯的话，它会反光。
跟很神奇耶，我真的是很突然耶，我另外一只还在刷另外一只手机的豆风的那个开场的卡，因为想说一只玩不够，没有爱心可以玩，所以我就想说那就办两只，然后要抽到我想要的卡，然后就一直在刷，然后刷到一半突然就跳了画面，然后没有看到，就才发现，而且我超久没有遇到成耶，就莫名其妙就遇到了，所以我就完全没有截到图。我只有两只手机，对，我两只手机而已啊，多占玩家。我现在在那个知己的排名在400，300以内的。怎么没听你说歌讲的大声？好像超久哎，超久以前，我记得是在考统测之前，好像4月的时候，超久以前的事情，已经过了很久了。我还第一次去了中，我还第一次去看中医，然后被针灸，真的觉得针灸超可怕。怎么会在这次新闻里面出来？因为他就问说有这次 reset 有什么压力很大，然后爆哭的经验。我就想说我没有压力很大爆哭的经验啊，所以我就写了一个我有哭的事情。谁知道他就用了那个。我藏得这么好是不是？唱得这么好是不是？脚上一堆针，也没有一堆啊，就是4-5根。而且我第一次去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是插我的头，然后我就想说为什么我明明扭到的是脚，他为什么要插我的头？反正就是我第一天去的时候，他弄的是我的这边，他大概插了几根在我头上，我觉得头超痛。有飞回家的例子，很好笑哎，从舞蹈教室飞到去吃午餐，因为没有吃午餐，所以就去吃午餐。大概过了，我们就找了最近的一间店吃的。针灸有效吗？其实会有效，我真的没觉得，因为我脚不能动啊，就是大概就这样。然后他说你脚可以动，我说大概只能这样子，然后他就这样插了几根之后，你再动一下，然后就可以比较大一点，我就觉得很神奇。有加点吗？没有加点，就真的只有针，真的只有针，真的只有针，他就这样按一按，然后就插进去。真的背太感人，梁小晴跟陈嘉背根本我都在地上拖，我真的是觉得我超累，我整个就是用我想办法用我的手撑住，我的脚几乎都在地上用拖的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后来贤弟一起背，我才觉得哦。这才是真的被人家背的感觉，其他两个根本背不起来，好不好？会痛吗？想试一下，一点点痛，其实还好，我觉得还好，可能看刺的地方，我觉得刺头很痛，但是脚没有什么感觉，还好那块。公主抱我手表。我记得还有录影片，我记得那时候有录影片，因为我们在路上，因为虽然我很脚很痛，但是我真的觉得给他们背很好笑，所以我就一路笑到，一路就这样背他们背到那个吃饭的地方，就觉得很好笑。我们在马路上一直就看起来很像在玩什么惩罚游戏，被别人背过街，这样超好笑的，超丢脸，满脸真。谢谢金柚的月饼气球。存放图，我是没有存，所以我不知道。你可能要问刘晓晴或钱妮琪，感觉他们两个比较有高几率会还留着，因为我本来想要查我到底是哪一天扭到，从那篇新闻出来之后，我就想说。我到底是什么时候扭到，然后我还是惨，
好像在陈夏生日的后一天，大概4月25吧，我记得好像是陈夏生日的后一天，我记得是假日，不是礼拜六，应该是礼拜日吧，4月。还是26号，4月26号，真的好久，超久以前了，好不好？是要背的钱吗？是要背，我真的是觉得很好笑，他完全，他那个走三步我就直接滑到地上，然后就要再重新背，然后走三步我就会再滑下去。我真的觉得很累，我第一次觉得被背的那个人也觉得很累。凭你们早知道，这没什么好，没什么好知道的。你如果可能，你回去找直播的话，如果我有动的话，我如果直播的时候有动的话，你就会觉得好像哪里卡卡的，因为我的脚不能动。我的脚可能就是有点障碍。好像然后因为那是统测前几天吧，然后我就都没有去学校，我都没有去学校，好像期末考结束之后吧。叫什么？小时因为我扭到脚，所以我好几天没有去学校。直播没看到你脚，直播怎么可能看到你脚？直播把我的脚抬起来，轮流背的事。过后他的很赞，对啊，那时候应该没有什么可能。对，那时候我真的是每天都躺在家，超像废人，走一步就很痛。我全程用跳的，我回到就是要搭客运，然后我上客运我是用跳的，就是我只能用一只脚，我是只有右脚可以用，所以我全程都是用跳的，我真的觉得我超像残障。而且我宜兰家又是2楼，所以我每次要上厕所还要跳到1楼，我就觉得很累哦。所以我每次都想说，我不想去上厕所，我要就一天上一次这样子，能想办法不用。而且我还这样跳着去那个去中医，因为我妈说她背我，说你不要背我，你扶着我，然后就真的我就用跳的，我说你可以想办法把那个车开到离中医近一点嘛，这样我就可以这样跳。因为我真的在路上，我这样跳真的是看起来超好笑。另一只脚会不会有伤？另一只脚超酸欸，我另外一只脚都快要长肌肉。而且我还说休息一下，右脚很酸。我扭到的第一天跟去中医前，没办法，脚没办法。碰到地上，所以我全程都是用跳的，我想办法都是用跳的行动，然后去看了一次之后，回来之后脚可以稍微着地，就不用全程都用跳了，但是还是几乎都用跳。找不到拐杖，不会为了脚扭到就去买拐杖，应该不会吧。然后后来就大概去了两三次之后，就差不多可以脚还可以放在地上，但是还是有点 KK 的，所以就是还是就是可以走路。他是怎么跳不知道。四天就好，大概一个礼拜左右，大概连续去两三天吧，因为也不是每天都有空，我妈没有每天有空，所以就他请假的时候他带我去，他没有请假我就是躺在家。那多久才好？大概一个礼拜，
休息三四天，然后我就去回去练舞，就带那个护脚的，有一个我还去买了那个，然后就套在脚上，我就去练习，只是轻微的，我觉得应该是那个鞋子的问题，所以我从此以后就没有穿那双鞋子。现在脚踝肿起来，我是不知道有没有肿，但是他们说有肿，所以应该是有肿。应该是有种的，算是神医。对啊，我每天都敷药，每天脚敷药针灸。需要两个礼拜左右。他说常回去回诊的话，大概一个。在下个礼拜就可以练舞这样，所以我就那个礼拜去了超多次，我那个礼拜去了超多次。他说：“嗯，六日可以练习吗？”他说：“嗯，应该可以了吧？”这样子就去了。Hello， 台湾哥，两个礼拜好像才好。每天回去，我每天去跟那些，就是去跟那些，就是常常去中医的，就是老人家，我就是坐在他们中间，我就觉得，就觉得他们会不会觉得我很奇怪？而且我每次去，然后就会看到一些，就是老人家有的就是插头什么的，然后就插了超多根，我就觉得超可怕。还好我只有插，就是大概两三根。可能就插整排的，我就觉得好可怕，那个感觉动一下就会很不舒服。很好笑，大概回诊的类型吗？我吗？我大概到他说可以回去练的时候，我回去练之后，我就再也没有去过。药很苦，我也不喜欢中医的药。然后我妈还趁机说：“可不可以帮她看一下，要不要就是吃个中药什么的？”然后她就帮我要了一包药。然后我那包药快吃完的时候，我妈就说：“哎，差不多要回去回诊了。”不要，不要回去，我不要回去了。我现在很健康，不用再回去。她一直想要回去拿中药，我说：“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不用再回去。”这脚好了，他幻想要叫我去调身体，我说不要，不要吃什么。我脚好了，不需要回去。是什么东西啊？什么补气血是不是？补铁，他都看起来很虚，所以要吃。我说不要，我很健康。谢谢玉安的柚子猫。这个东西看起来爆肝疼。没有物理治疗，什么叫物理治疗？真的，你小时候吃药太苦都会疼。真的，没有办法再长高，不是要我长高，好吧？我那时候扭到的时候，他要把我的脚这样举起来，然后这样转一转，把我的脚转一转。他说什么哪边歪掉，然后把我再帮我敲一敲，很可怕，超可怕，超可怕！因为我脚扭到，然后他就把我整只脚拿起来。扭一扭，我就觉得超可怕，觉得超级无敌可怕。酷味的跳，
红外线，没有，好像我只有他好像有针药是吗？就是有药，然后他会有很多水蒸气，然后蒸你的脚。除了那个，我没有看到有什么其他的东西，跟用敷药以外没有看到。然后我那阵子因为敷药，所以我整只脚都是那个黄色的，被染色。鲜虾饼好吃，鲜虾饼都当零食在吃，虽然很久也没有吃，虽然味很重，超重，很臭，那个棉被都是那个味道。我去工作的时候就已经没有在包药膏了。反正那个中药膏，对啊，就很臭。太洗不掉味道。闻起来香，闻起来也没有到香了。谢谢吉米粥的月饼气球，他为什么这么多月饼气球？挺舒服的，其实。跟墙壁融合，不要抱着我，它要受伤。这个哦，这个靠运气，这是运气问题。部分没有一起看，没有一起看，那个单纯就是没有这样，应该没有这样。而且现在天气冷，它应该会叫的比较大声。谢谢西西的柚子。睡觉怕我受伤，我觉得我已经算没有很搭理的人了。中药补汤，可是我不喜欢喝。谢
个邻国的人气女生，女生。我已经算是很健康的人类，我已经是一个很健康的人。脚踏的挺，是因为它下面是木板，所以看起来很疼。不喝水但是健康的，我真的是比起其他樱花族的人，真的是算很健康的。那樱花族真的一天到晚不是发烧就是感冒，不然就是哪边不舒服，然后不然就是拉肚子、肠胃炎。我真的是太多人很常不舒服，我真的觉得我超健康的。肌肉多病之人，樱花组的毛病，樱花组的毛病太多了。每次早上就会突然收到什么消息说，啊，我今天发烧，然后什么我要去看医生这样子。想说怎么又发烧了？怎么又发烧？这么多体弱多病，真的是很多体弱多病。像那个阿潘就是说他什么什么拉肚子什么肠胃炎去看医生，真的是很常挂病啊，超多人常挂病啊。我自主练习的时候大概会蛮多，12人13个人，大概四分之一的几率会有一个人，有一个人会身体不适。不是中医不练习吗？这我就不知道，反正就是很多发烧的，不然就是感冒，不然就是流感之类的嘛。阿三以为他身体强吗？他没有，他毛病蛮多。比如说突然没有声音，突然身体不好。一云也容易生病，吴奇慧也容易生病，然后婷丽也是一个就是莫名其妙会突然有什么病这样。还有诗雨也是突然会身体不舒服。全勤大概就美玲也蛮常感冒发烧，就是大概我跟张雨玲就蛮身体强壮的。体弱多病真的是体弱多病，我每次都在群里说大家请注意你们的身体，不要一直感冒好吗？我说大家不要再感冒了，大家不要再发烧了，好吗？大家好好的，好好的吃饭。有时候肠胃炎，真的是一个人肠胃炎。布丁也不太保健食品，是不是？是一个不好好吃饭，但是我不太会感冒，容易身体变差。又卡，有点，他写网路不稳。真的是没有人，我们就没办法，不知道可以怎么办。真的是我们没办法找代役哦，真的是少一个人，我们就
几乎可以重来了。喝的一样也很健康。英祖代役，代役什么？也没有啊。要找三期，没有代役。没有代役是我们不像 SH 那样分站位、分号码、分公演号码，我是全部都打乱。所以每一组，比如说每个人的站位都不太一样，所以比如说，假如说我今天我休息了，你可能要从 B 组找品涵、找林杰、找雨晴。对，一站我一个人的位置，真的是太麻烦，真的是太麻烦，所以真的是希望大家不要莫名其妙消失。对，我们不是一个号码，一个号码站到底，所以要弄代役的话会弄得乱七八糟，太可怕。比如说卡诺就我可能跟品涵是同一个站位，然后但是我们现在不是这样子，所以我没办法想象如果有人突然身体不舒服，那就可能空缺这样子，可能空缺会比较简单。对，而且像 B 组也不是说就是一模一样的站位，有了吗，各位？
现在家吗？是不是不太稳？手机过热。可能真的有一点过热了。好看，为什么呢？不知道，可能它就是忽冷忽热。延迟没有，我现在看得到留言，我现在看得到留言，只是没有什么留言，所以我就也不能，也不能干嘛。用冰块，奇怪延迟。通信也是。今天运气不好，玩个包包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要我玩游戏当然可以啊，越玩越卡，卡。就连这个都连不进去。几点有那个 bonus time？还是已经过了，很难分辨。我太 free 太随意了，我还没有连到一条线，我现在非常的难过。Hello， 网路，网路不玩，我真的是没有办法。真的卡爆，真的卡。还是他是故意的。我今天已经玩了很多场。我还差30个数字，我就可以连线。Golden Bedtime， 这个是干嘛？现在这个是什么？这是什么活动？这个要干嘛？这可以干嘛？哈多斯尼，拜托西玛斯。哦，오시멘포인트。再怎么也能拿到数字，所以我要两颗星一起玩，是不是 ？Game play， 结果超快就结束，我就会很空虚。他现在有那个一季游戏的 gacha， 可是我现在没有4000，所以我不能抽，很讨厌哎。偏偏在我已经抽完了之后。
二十 point 多，大家可以看，可以好像前十名他们会有广告的样子，的样子，的样子。我们没有什么好处，但是他们有好处。很容易没有爱心，对啊，一下子就没了，还不让我连线，还拿不到金币，我现在被加卡 ，pass。上礼拜刚抽过，他都不能先预告一下，然后再被抽。没有，我用了两颗，但是没有数据。现在是390，快结束都会有推卡期，什么快结束？赚钱没得，还是很被抖崩。我怎么知道？我就出了他给我什么卡，我就他每次都这样害我，陷害我，系统陷害我。我想要 bonus time， 可是 bonus time 是什么时间呢？是不是什么10点到12点，还是11点到12点？所以要到10点才有，是不是？你可以去吧，现在这个。还有两天，我怎么可能凑得到4000？我现在2700。我如果把这两个拿到的话，我现在就会有3000，但是我还差1000，1000是绝对没办法在3000内，3天内凑到1000。10颗星，为什么要那么多颗星？活动快结束时。抽卡活动快结束时会有新的卡池，是不是？只好抖内。看，他到9月30号而已，没有办法。所以我现在都用另外一只手机在用那个手抽8000抽这个。但是手抽8000完全抽不到 SEC 啊，那我拿来充分用，那我也要充一下，是不是？抽到你老婆，你没有老婆，扣下去，我扣不了，没有信用卡，没有信用卡扣不了。电信小额付款，要不要抽卡？不是很想。我现在只有2700，也不能抽。我现在要等到4000，我才可以抽。好像会这样，都是这个顺序是吗？我不知道有这种顺序、啊。毎月リセットされます。可是。抽到 SEC 只有2%，
的几率，太难了吧。推迟抽完美金币，你就会发现它又出新卡了。它会出新卡吗？这个游戏是会出新卡的吗？它是每就是那五张卡而已，不是吗？四星币、五星更低。你说 UR 卡吗？美金币，我真的觉得它任务可以再多一点，想办法有金币，还是它要大家氪金？可恶，你们多氪一点啊！下个月就新的新卡吗？真的会有新卡吗？你们到底都从哪里先预知这些消息的？我真的是不知道这些预知的消息，怎么跟你们差那么多？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的卡里面没有很多 Zuki， 是吗？换季就有新卡，这个游戏会换季，真的假的？那我是不是就放弃这次的一推卡池？我放弃这次，我就不想办法拼着吃这样子，每个月四星五星不一样，所以我九月开始玩，所以才会觉得都是一样的卡，是吗？是啊，这游戏什么时候开始？可以拼一下是吗？好吧，反正我也没办法，只有四星没有。那为什么你抽那么慢？我只有 R 卡没有 Zuki， 我的一期游戏有只有823，只有823。八月中，现在的特效卡下一季就都没用了。什么特效卡？特效卡又是什么东西？特效卡是什么？823吗？1000多算强吧，1400。我好像有看到1400，出来就是黄金色的数字。要新的卡才会有加成。新的卡，有01卡吗？没有。我不知道这游戏的那个卡池啊，等到下一集十月是不是？等十月出来就好了是吗？那再过两天是吗？三天还是两天？再过三天。也不会跳，对，不会，不会，我没有在这个游戏里面。9月30下午就换。好吧，那我放弃这次的卡池。怎么没加入？因为他们没有写 group， 他只有写 AKB48， 连 SKE 也不在 ，NMB 也不在。可是越多人的话，越抽不到想要的人，所以还是不要这么多人好了。对到粉丝过吗？有，我遇到阿星的部分。可恶的是我还没有赢，可恶！我应该说那个不是我本人这样子，改名的，想办法改名。
因为没办法，烂 life。こんにちは、こんにちは。在打球啊。不像排期，遇到本人会让。但遇到本人还是直接都放，大家没有在放水。把自己抽死，打球咯，大家去跟他打球。可以看广告了，看广告。27万，很棒。我的抖蹦开始只有一次，只有一次。
现在是在抖动吗？没有，我刚刚在看广告。我只有一次，很可怕，每次要出十二或十三就会觉得人家会多崩。两个人一起抖蹦，如果被三个人抖蹦，那真的是世界无敌衰耶。K， 抖抖的，真的是抖抖的。哈，有了 ，The Wrong。给我一颗数字球，究竟我有没有连线？感觉就是没有，感觉我还是没有连线，还是没有。我还有29颗球可以抽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，我还有12个数字，20分之12。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。绿色，可以。我收集了七个数字啊。70个数字，每一条都没有飞。我现在70个数字了，我现在再拿到一颗咯，我看看有没有12个少一个数字。哦，我剩11个数字了，但是还是没有一条线。
会用爱心。我的幸运到底是用在哪里？财神大海，用在财神大海。八，换个颜色，换个颜色。哼，可恶！结束了。他为什么要让他赢？我差一点就可以赢了，差一点就可以。这样我就拿不到数字，我没有赢的话我就没有数字，可恶。初九，初九，初九。啊！每次他就是这样离我而去，然后就会抽到一张很大张的卡，害我没办法夺光，可恶！究竟我有没有一条线？让我一条线嘛，拜托，就先一条线就好了。我有了，我有了，我有了，有两条线呢，酷哦！终于有两条线。10个数字，我还有10个数字。掌声鼓，突然连续抖肉三，但是可以差不多结束这场，自暴自弃。直接叫自动文，自动文会赢吗？哈多，大家都不要赢。有时候大家四个人都在抽卡，就不知道是想怎样。Thank you.
四条有五百，八条有800金币啊！那我有办法吗？1234567890，没有，还是没有。没事，没有，不要乱丢。可是我超多，怎么办？我超多的时候就是还是得丢。七八九十，把 K 出出去。有时候有的人开场就是直接在13以内的数字，然后就莫名其妙他就赢了，真的是很神奇。我还没有出到多少张，我才出了一张卡，这场就结束。多一点可以拿完数字。Bingo 到几号结束 ？Bingo 到29号结束。啊，不就剩一天？啊，不就剩一天？那我要怎么办？剩一天而已。他写到29号，剩一天怎么可能来得及？明天我，明天两点是日本的两点还是台湾的两点？再看一次。日本的两点，所以是台湾的一点，所以我在一点的时候玩。还差10个数字。99/78三条线，我现在99/73两条线。谢谢月饼气球，我没有爱心的，我剩5个全回复。应该来得及。你跟我要飞，是不是你带衰我？应该来得及。我还差334场，我就可以拿到。亚麻吉米斯基单推，还有好多场。又你又你，都是你。嘟嘟嘟。
是不是要人家拿完99个数字才会让你五条线都满？多蹦呀喽！单推存好才超难的，777才。你觉得你会？超多场777超多场，一天只有五颗爱心，然后一个小时才有两颗，一天感觉就玩不到100场。阿信也玩太多场。430，那跟我差不多。排名差100多场，排名我现在380。一还是380？我忘记我要干嘛了。搜寻。这个影片，但是要看谁表演的。为什么要一直下去？啊，只怕我们就看不到，为什么只有那个看到？这个也看不到。
没有拍到就看不到。看什么？我没有，没有啊，就看你们，看你们，看你们跳跳舞，看台下人跳舞。没有，只是觉得他站在上面跳，然后摔下去，很好笑而已。可是其他的都没有拍到，所以看不到。没有，我在看谁站在上面跳。我看谁站在上面跳。我这因为我们跳 TTP 的时候，因为有人一直站在后面的那个上面跳，然后一直掉下去，我就觉得很好笑，害我一直被他们影响，而且还有一个人一直跳反边，我就想说为什么他的手不会打到其他人，很多一直摔，不是因为 TTP 是往右挥。然后就有一个人一直是往前回，然后我一直看到，我就觉得很好笑，所以他三次副歌都跳错。漂浮看台，对啊。还要想办法无视，但是没有办法无视，他们一群人掉下去就是超明显，翻船。都是在日本，没有，是在台湾。影片有拍到吗？影片没有拍到，我就说这个是到底是要看谁表演，这到底是要看谁啊？全部人都躺在上面，好笑，而且他们一下就掉下去，真的很好笑。对，你们看他们掉下去，很好笑。对，可是感觉很好玩，这是他们的直拍啊。后面挡好挡满，谁叫你们不下水？谁叫你们不下水？你们可以去卡位啊！你们不下水就是做好被人家挡的心理准备。拍到的，他们是不是就不知道怎么应援，所以只好跟着跳？自拍，下来玩水，一整天都放在，都去了还不下水，可是还是蛮多人站在水池外面，那个水池太大了，所以站在外面真的是超级无敌远。应援方式跟我们不太一样，因为无所事事，所以只好跟着跳。没有call可以喊，只好跟着跳；没有荧光棒可以挥，只好跟着跳。不多，可以在水上跳也太难了吧？不是啊，出现了，但是他没有回我讯息。陈思雅为什么不回？场上都是哪天可以站着就会有人跳，大概也只会跳 TTP face 吧。乌吼可以吗？乌吼会不会打到人？直接拿毛巾包相机的。可是我们前面有看其他团的，有人没有包塑胶套就下去拍，
他真的是很厉害。没有，他直接跳过我的话题。46分的时候出现，我现在53分，他现在看他会不会回我。其他哥也行。防水相机是吗？它看起来就跟你们的大炮差不多。还蛮好跟着一起跳，相机进水你就一段心结，陈思雅不回讯息。配501没关系， SSK 啊群组常常只有我跟显迪奇在讲话。移花接木，黑也不见。小林是看讯息比较慢，前几只是随追随叫，一呼唤就会出现的人。跳进跳出就好吧。今天卡爆。那都是很新的，活路不稳，今天也差不多，再过2分钟就可以下班，再过2分钟就可以下班了。群体广播，兄弟们，他们。很惨烈，今天超级不稳的，超级不稳的，可以念吧，真的是可以念吧。先念吧，其实也没有什么好念的。他现在是不是不打算让我念吧？他榜是零呢，在线列表零，然后他还连不到网络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现在已经不知道该拿它怎么办，连绑多少？
谢谢上榜前十名的大家，谢谢前三名的大家，谢谢第一名的谁谁谁。真的是跳不出来，他真的跟我写在线列表零，什么东西都是零。惨，今天怎么这么的可怕呢？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虽然现在大家都不太就是送东西了，所以我也觉得应该大家不会太在意没有念榜这件事情。耶！谢谢大家。自己对号入座，自己看一下自己的排名在哪里。大家可以等十月的升写真，十月的升写真应该会比九月的比较有动力吧，大家的十月升写真麻烦大家，还有那个 reset 的那个的赌注可以开始还。可以开始还，下个月开始还。有人丢的有一堆柚子跟月饼，还有什么柚子帽，十月可以期待一波啦。但是我真不晓得会不会被羞坏，但是十月那个主题应该是蛮适合买的。成为星期三还有reset的赌注，数字君们的赌注，数字君们的赌注。有东西但是没有钱，林狗怎么可能没有钱？没有钱还有办法去笑场。什么东西？赌注啊，曾经的赌注，猜我 reset 的 uni 曲是跳哪首歌？然后听说大家没有人是猜到对的，所以大家都要大家都要买升写真。把输的人一个一个挑出来，那要偿还代价。敢赌就要，敢赌就要敢输。通杀通杀，没有人猜的，真的是没有，竟然没有人猜的。五首哎，五首我还跳了两首，五分之二，五分之二哎。没头的也要抓出来，愿赌服输，愿赌服输。就是为了输。先指定升写真，先指定升写真。别再说了，想见数字君的运气都在你猜拳上面了。炸赌，买起来买起来，指定起来。都买韩寒的升写，先看投票区再安排，那个时候早就练得差不多了，好不好？下班喽，下班喽。下一期升写的卡面再决定。没关系，大家如果握手会。跟合照会已经买太多的话，我可以体谅一下，但是什么都没有买的话，我就不能体谅你。哈哈哈哈，那我就等再猜啊，你们再猜啊。内鬼请停止，请停止赌注。带风向是不是？没有人在带风向，你们自己猜的。
发出来，幸好没读。林果没读还是得买，林果没有读还是得买，体量少也买一包，可以被体谅。对，特洛讲大话不能说的太早，看你后悔吧。开到公海上，哒哒哒哒哒。挪到下个月还。它是彩色的，有吧？有，现在有看到它是彩色的。它都跑不掉。你没赌，所以你不是数字君，怎么可以不参与这场大家的游戏？这样你怎么可以来看输光爱情？没有赌怎么会输光？没有曙光就没有爱情。直播的最后，直播的最后，林一头上都有海苔，什么海苔？一切都是安排好的事情，爱情不能拿来赌。一切都是安排好的事情。输光也没爱情，输光也没爱情。他的歌词是这么写的：谁怕爱的余额够不够花？你狡猾用着我的账怎么赔偿？敢说妄，胆敢把我当作傻瓜，绝不原谅。揍歪你脸庞，揍歪你脸庞。敢说妄，揍歪你脸庞。敢说妄，这首歌非常的适合你们，将过往和信仰一切筹码全压，全压全压，作为你脸庞，谁怕爱的余额够不够花？你狡猾用着我的账怎么赔偿？敢说妄，胆敢把我当作傻瓜，绝不原谅。揍歪你脸庞，揍歪你脸庞。一旦弄砸，就输个清光。很棒吧，很棒吧。将过往和信仰一切筹码全压，一旦弄砸就输个清光。终于听清楚歌词，然后突然就怕。
为了你们的歌，输光输光输光。没有爱情的人不用害怕。大家拜拜。甘赌就要敢输光。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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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。星期三见。拜拜。